好，十九題 ，A、B 等於 AC， 呢兩紅色邊咧係一樣。另外咧 ，AD 等於 AE， 咁咧 ，AD 等於咧 AE。咁而家證明咧 ，BD 啊等於 CE， 即係證明咧呢兩條藍邊咧係一樣。咁都幾明顯啦。如果能夠證明到呢兩個三角形係 congruent 咧，咁咧就可以用 corresponding size congruent triangle 去做 part A。咁呢兩個三角形係咪 congruent 咧？咁樣嗱，咁呢兩條邊一樣噶啦，紅色、綠色。咁啊，另外又有 common angle 喎，我哋永遠都係睇嗰啲共通嘅地方。咁所以咧就係 S A S 係嘛，就係咧 S A S 順序嘅。證明到咧，佢哋係全等。我一畫圖咧，分拆嗰兩幅圖咧 ，AEC 咁樣 ，ABD 就係咁樣。咁咧就可以寫到啦 ，given 兩條邊，兩條邊一樣，中間依個 common angle A， 咁所以咧 congruent 係 SAS， 咁所以 BD 都係 CE 嘅原因 ，corresponding size congruent triangles。咁所以咧 part B 啦，如果我哋 given BAC 係42度啦，咁咧就係咁樣。呢個42度 ，ADB 180度，揾 angle C， 揾呢只綠色 angle。咁通常都用翻 A part 啦，咁樣嘅證明咗 congruent triangle 啦。呢度咧 ，ABD congruent，ACE。咁所以個42咧，呢綠色角喺度。咁如果呢只角知道埋搞掂啦，咁同埋呢兩個 ，DE 係屬於 corresponding angles congruent triangles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可以咁寫啦 ，ADB 等於咧。呢個嘅 AEC 八度，咁再跟住咧用 angle sum of triangle， 咁樣可以計啲 angle C 係28度。